这是嘉伦产业道路的四家园，四家园，四家园，四家结果累累，果实累累。来这边哈，逐梦啊，嘉伦产业道路，这里是太麻里嘉伦产业道路，嘉伦产业道路，环山逐梦，来去金针花，赏花行。这里是太麻里嘉伦产业道路，我们来到这边，今天是106年8月30号的早上，星期三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来这边环山寻幽逐梦之旅，来到太麻里这个金针花园赏花游啊！哦，这是山落山风吹来，超舒服的。这里的空气超棒的，环山逐梦，这里非常美丽的地方。这是太麻里嘉伦的山岗上，哦，深深拦腰，这里有个瞭望台，很棒的瞭望台。现在的时间是7:30，今天是星期三，8月30号的早上。好了，在这边做个结束。这里是太麻里嘉伦产业道路的金针花山，这里是垭口。这今年是106年8月30号。的早上，星期三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。今年的花呢，不如往年，稀稀落落的，三三两两。哎呀，来这边环山逐梦，寻幽金针花之旅。这个落山风徐徐吹来，超舒服的嘞。现在的时间早上8点，这里是太麻里啦，金针花。好了，在这边山上享用早餐了。这里是太麻里金针山，这里是嘉伦产业道路，我们来这边环山逐梦，寻幽探索这个美丽的金针花。可惜啊，可惜来了啊，花稀稀落落了啊。去年来的话，这个满山满谷都是金针花，今年呢，不如往年的这盛开。阿哥呢？哎呀，好失望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有这几朵啊。
你看看，你看看哦，我们啊，千里迢迢到此一游，结果是这样子。好难走啊！哎呦，现在8:30了，我们准备离开了，要到60石淡山金针花园。现在是8:30，这里是大马里金针山，啊，做个结束了。这是鹿野高台，放热气球的地方。从上面俯览下面的村庄。那边是卑兰溪。福禄山啊，这里福禄山游客中心。太阳很大，很热。哦，很热哦。你在夹，跟着声音全部跑进去了。好了，做个结束了。Okay.